应凭着高大俊朗并带点霸气的形象迷倒不少粉丝。去年他出演的戏剧《我们的蓝调时光》结束后就休息了一阵子，而平时大家对金宇彬的印象大多是短发造型，没想到近日金宇彬突然晒出一系列长发造型的照片。只见金宇彬拍摄最新画报，顶着一头半微卷的及肩长发，充满魅力的眼神，加上散发傲人的贵公子气息，一下子就把粉丝们电晕，纷纷留言表示这长发太完美，绑起来有点坏，我好爱，真的太有男人味了。此外，近日有韩媒爆料，金宇彬和女友申敏儿非常可能在今年结婚，因为男方曾经透露想在35岁结婚，正好今年刚好35岁，且两人已经爱情长跑8年，让粉丝都很期待两人能够修成正果啊。